巴拉巴巴巴。小花，哦，那是你啊！我们今天可以把这游戏给破关了。他要去看哪一颗？我好强啊！机会哦。虽然我们玩的是简单模式，我们还没玩一般模式。仓库哦，哇哦！因为我们刚刚走的就是像仓库啊。绿、蓝、红，这怎么记？红色的是那个杰瑞是辐射，化学的，然后哈记是回收，不是？OK， 哈记回收。哈记是绿色吗？哦，对，那绿色只有垃圾哎、欸。所以哈记是垃圾 ，OK。OK， 凯奇是回收。OK， 凯奇回收。OK， 凯奇回收。对哦，凯奇，凯奇是蓝的耶，白蓝呐、啊，他就白蓝。白蓝，白蓝，白蓝。OK， 好。我们要不要算这里的那个、啊、五个拖水桶，五个本机，五个扫把，都五个。都五个啊 ，OK， 全都是五个。然后右边五个那个指滑告示牌。五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在500。五，全都是五。五个洗手台。真的耶，哦，真的耶，两个回收，一个绿色，桶子也是五啊，路这样。对啊，不至于到他会那个。对啊，这里，还是回去吧。哦是啊，哎，好，方向感100%。嗯，零分难度。我们应该要让他再过去，然后再剪一次秀特。对。方向感100%。哦，结果是我们错了。哎，是我错了。哎呦，还真的是小光错。嘿嘿。正常，我检查哈记是正常的，开始会是正常的吧？地板这个，地板有脸，地板有脸，哇，这好细哦、喔啊，这超大一个脸，跟那天花板一样哎、欸，对，八号当铺靠北啊，八号出口的那个八号当铺，抱歉，八铺凸显了我的年龄，抱歉，前阵子好像看八号当铺在唱他的歌而已，好笑。那个八号出口上面不是也会有那个脸？有，我被那个骗过。对啊。哦，你有玩过、啊？第一，你有玩那个、啊？我不知道你有玩、欸。是问谁？你凯奇啊？我以为只有我跟喵他有 玩。我不知道凯奇有玩那个哎、欸。会玩。看你不会玩那种游戏的感觉。那个一定是喵哈，这个才是凯奇。不是杰瑞，这才是凯奇。你好烂哦、喔！你终于猜对了，你他妈终于猜对了！你想想看，他无人生还的时候，每次都把你认叫成杰瑞。因为我刚确定一下，喵他就是说他的那个逻辑线是会一直走，他会晕嘛？那他在最后面，他刚那个跑动就看得出来，就是不想晕。你还要经过喵他，你才会判断得出来。我的天、啊！当然要啊！他已经开始闲着。哎。哎、啊欸，是一起的，对，一起被关进来。他在外面是不是？我觉得是的，不就是了？应该过一会儿就会放我们出去了，不然怎么过？哎呀，是Johnny，他致敬好多鬼片的那个，他敬超多鬼片。哈哈哈全没有要演说他是这，这个我好期待哦，那个红色斧头的部分哦，红海跟。那我说那个双胞胎女生也是鬼店 啊，你看完全都是鬼店。那个血池也是鬼店啊。对，血池这个超明显、啊。那个本来就那一部真的是很多人都致敬过、啊。超级经典，真的致敬蛮多。但是我从来没看过。我好、啊、卡住了，我有看过了，但是我没有把它看完。我小时候看过。等一下，这两个盖子本来是盖着的吧？没有啊，是开的、啊，里面有打开了。对，都打开了，他们都打开了。绿色那个才是盖的。哎 ，Loki 呢？嗨，我们在玩你的游戏 ，Hello。真的假的？作者啦，作者啦，作者，好酷啊！作者为什么不来我们这边？哎、欸，作者，我们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这个门太小了，每次都会挤啊，会卡住。我们需要更宽的门。我们这边有很多胖子。不是、欸，我们要往哪走啊？酷了吧哪边是正确的？我已经忘记了。我已经忘记了、欸，是不是？有人说门不正常，门不正常啊，门不正常，你们看一下。那门怎么不正常？你看清楚，看清楚。你看清楚的时候，你门把会往那吗？我刚刚就觉得，我刚从那边走，对耶，对耶。我刚从那边走过的时候，就觉得门的位置不对，因为我记得门的位置好像不是在那边，是在另外一边。好酷，我竟然这样开。然后，好扯哦。这也是跟那个八号开头的很像。
它有一个好像类似八号也没有这样吧？八号是没有没有，会放它是放在中间。八对啊，对，放在中间。对嘛？你看，我记得门是在这一边啊，对不对？我想奇怪，我门怎么会？你为什么都怪怪？那他注意力还蛮持久的，我已经差不多快有点疲乏了。欸、因为我刚是这样拉出来，因为我想说我在玩特战英豪会这样子对枪了吗？然后这边怎么会突然变成我看得到路了啊？哎、欸，不对吧？这个反了，是吧？里面的垃圾有吗？没有吧？他们左右里面内容不一样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垃圾反了，对，这垃圾反了。这个好细哦，这有点细。有小光，你超棒的！这游戏的自动储存救了我们，真的超好。好险是简单模式，我觉得困难。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跑去作死，对我超爱作死。有时候小光会跑去作死，对作死，作死不是我们是小光，对对啊。那你不觉得作死才能看到他所有的彩蛋的原貌？死亡也要看原蛋，是没错啦。耶耶耶，过了。哎，正常吧，好像正常。啥问题啊？看起来是正常的，是正常的。我要回来这。然后就出现在走廊。我知道作者为什么没看到我了，因为我的游戏标题应该还是下那个三款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只是他单纯不想过去找你？对啊，也许作者觉得你的台很无聊啊。还是因为你刚刚前面抱怨他这款游戏，他都听到了。错了啊 ，shit， 怎么错了？错了，重来了。欸、对呢，错了。刚刚有问题。对，刚刚有问题。他房间走廊都没看。对啊，有可能啊。可是我刚刚在看走廊。巴拉巴巴巴。小光。哦，那是你啊、哦！可以，就这么一个可以剪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刚打喵哈喵哈没反应到，小光打喵。小光，我是说奇怪，你怎么知道是我打的？第一个好像正常对吧？我觉得第一个正常，不是，那为什么我前你是不是你在我身上装什么那个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的原则是打第一下，我想说可能是不小心按错；打第二下，我觉得就是故意的。啊，地板，教官，哎，这有问题啊！我们回去。地板，超好笑。小光，啥小？我才叫一下，为什么马上就知道是我？哈哈哈！我白痴的。第一个不是我啊！第一个不是我。我不要在你们两个中间啦！你好像马里奥。然后接第二个是正常。哎呀，这个是 Johnny 啊！我要正脸看他哦，我要正脸看他。我现在可以看到外面，做出我，你要做出那个女生的表情。哎、欸，而且我刚刚的图片就是 Johnny 哎、欸，好笑，他的图片他脸还要跑一下，还好笑。我们还是杰，忘记了我是杰瑞。杰瑞是本人配的耶、欸。啊？你说是 Loki 本人吗？是作者本人自己讲的、哦。对，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呢？小女孩的声音是吗？哎、欸，这个。这个是错的，哪一个？垃圾代码哈。哦，对，垃圾代码刚突然跳一下。哦，他说大部分都本人呢。请问作者那个画面是正常的吗？我死掉了。等一下，怎么那么多鬼？快关门！打出去竟然触发彩蛋哎，好酷哦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我去死！完了，作者怎么了？我们被鞭尸了！作者，救我吧！作者，我们一起，我的头在他嘴巴上面了。我怎么办？他们都在看我哎、欸！你过去碰他、啊。
Yeah, 我带他们取缔一下。不是，快点！哦、我现在是卡蛋的、啊。对啊，我们先。你我们我出卡蛋，你我卡你先卡蛋怎么办啊？你卡蛋啊？现在到底是彩蛋还是 bug？ 这个是 bug， 这个角落好像会被卡。那你要不要重游戏重来？好，返回那个杰瑞要重开队，好酷哦！我刚才想说，我打一下杰瑞会怎么样？然后杰瑞弹出去，门就关起来。我还以为是你把，我还以为是你被杰瑞推出去。没有，我想好一下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好笑哦，它是一个只能重来的彩蛋呢、啊，所以把人推出去会触发这样子哦，好酷哦！好酷哦，这彩蛋很棒哎！不是，我们怎么玩到500楼才发现这件事情、啊？因为我们对啊，我们那时候应该白夜。哎，重点是我要从500层重来，是不是？来听作者的声音。我把作者脸挡掉。Here's Johnny 、哦。所以笑声的部分也是吗？一开始的笑声，一开始的笑声。我们这游戏一开始是什么笑声？我忘记了。那个 NPC 的那个，快吧。可以关。就坐在床上的 NPC 啊，是吧？啊？哪里有错？我们乖乖的走到对面吧。不是啊，可是这个是错的啊，我们刚刚就在这里错掉啦、啊。只是错掉了。就是。我们来 check 一下好了，我们来 check 一下。对，我们刚刚就是看完就正常，就进去就看垃圾袋有没有正常，垃圾袋是正常的、啊，地板嘞、啊、没有啊。插座是四个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都是六个、哦，我看一下哪里六个，有吗？还是插座是四个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我看插座，插座五个、啊，没有六个、啊，插座只有四个呢。对，它上面的插座是四个。对啊。哇哦。在做什么啊？插座吧，你看一下那个插座，你看下插座。插座如果变五个，那就对了。没有啊，四个啊。哎、欸，还是四个哎、欸，所以刚刚那个的错误在哪里？刚刚错哪里啊？哇，作者，没有这个时候你直接问作者很怪吧？这个应该是你要自己去找的东西，你怎么会直接问作者答案？我记得那个红色可以回到上一层。我们开开玩笑的啦，我们不是真的要作者解答了，我们会自己玩。问号，它是问号楼层，为什么？该不会是那个吧？那么重来彩蛋吧？彩蛋吧？啊！而且这边门关起来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变问号？对啊，而且这边门是关起来、欸，为什么？被呼吸吗？不会。哎、啊，我找到了，是这个吗？这瓶子本来是666吗？哪里？这个啦，是吗？这瓶子名字本來是 只要有666就不对啊！你看、啊，哦、啊，不对，对耶，它瓶子是666哎、欸，它这边有666，对对对对对，答对了，所有标志都666，哎，它这边所有的标志变666，我们好烂哦、喔！了解，找到了，视觉疲劳。那我可以问作者 ，School 666什么时候上完？怎么会知道啦？哇！他现在还在修这款游戏的错误呢。他说：“告诉你啊，等我做完，抢先体验。你可以在 School 里面放花子吗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有血、欸，这个有哎、欸，这个有吓到哎、欸。哎呦呦呦！可是你们怎么出来？可以把它交出来啊！啊，好晕的、喔，好晕、喔！打出来，打出来，打他，打他！打枪，打枪，打枪，这样不能打！啊！我不行，我要晕死了 ！Oh my god！ 应该剩一格了吧？剩一格可以慢慢推，就不要再推了！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！救命啊！你出不去吗？我慢慢来。哦，有消失，有消失，消失！啊，还会消失啦！就这个 bug 在考虑做，辛苦你了。三地狱不友善的人，辛苦啦！谁的外送也叫太多了那？那，请问第三款是 Hotel 666？ 太多666了吧？下一个就是百货公司666。哎，百货公司太大了。啊！救命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啊！好可爱啊、喔！
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一起去看那个婴儿呢？我们是不是有病？是我想看那个婴儿会怎么样嘛？我想跟他 kiss 一下。你喜欢亲宝宝？亲 baby。哎、欸！你这个是你啊？我想到后面走最慢的那个才是你。你好烂哦！我想说，你不是跑很慢吗？你不是三地狱跑很慢吗？想说这两个一定要嗎。我可以跑的时候眼睛看旁边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吓我！哎、欸，哦，哇哦，好多哦。还有多一个吧。好，对啊，多一个啦，多好多个。对对对，多好多个。不是啦，这里有上面的。多一个，好多个。多一个啦。不是啦，你看消防砖啦、啊。哦，哇靠，好长哦。你好烂哦。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，这个还差也不可能这么多个啊！这个塔基多一个啦，多一个，这桶叠多一个，多一个，对，什么东西你看这边也多一个，然后你看箱子这边也多一个，他干脆把人也都弄多一个算，对啊，都多了，而且位置也摆不一样，扣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消防也太小了，对对吧？我们刚刚是从这边推的，好可爱哦，好小灭火器哦，拜拜，小小灭火器，这一定是凯基。我没推你，因为我怕我等一下推。哎，我是我啊！啊，这个声音跑出来，我的声音有那么难听吗？等下又被卡弹了。Let's go party party！ 该来关什么吧？啊，关我啊，关我啊，关我！没有，正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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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员乐视，哎，不正常，这里的插座很不开心。不开心的插座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呀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好可爱，啊，每自己的插座很开心。为什么、啊？对，这些插座好开心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另外一边这些插座常被使用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不是插座，这里也是，这里也是不开心的。这蛮好笑的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所以你刚刚说插座常被使用会很开心。哦哦，可是不是会越用越那个吗？松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给我冷静一点哦、喔欸。他会停手，他会怕、欸。我先确定一下有没有，哎呦，触电的那种感觉。小光真的在游戏里在找一个新的游戏，好烦哦、喔。他每次都猜错。所以你知道他小光现在把我哎。欸电脑宕机了啦！发现66% complete 了。电脑宕了，哎、欸，513。我被陷在地板里，请问这是正常的吗？我靠！啊，有了，我恢复正常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哎，513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是这一层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刚刚第一层完蛋了。完蛋了，我忘记了。啊，这错的啦，回来，我们要回去了。直接过去。下面有 U， 不要别跳零、哦。下面有他的 YouTube 频道、欸，哎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，你要出去啊、喔欸欸？走出去会出事哦、喔。没有，我想说走吧是要走到对面。杰瑞，我认对了。我刚刚其实在催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你要出来彩蛋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在想说没有人在那个角落，所以你不敢猜？没对。呼，没事，哈哈，我很正常。呜呜呜呜呜。看起来是正常的，他竟然会出现连续正常吗？欸、连续正常不太对，怪怪的、啊，不好说、啊。对，连续正常，仔细一下，仔细一下，一定有问题哦。外面在看，外面本来就有这个牌子吧？下一层一定是不正常吧？哎、嗯欸，不对，没有，我看到一个六了，我看到一个六了，我看到一个六，在哪里？在那个桶，这个桶子上面都是六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那个四直接不见了、哦，完了，我们真的视觉疲乏了。哇，完了，好险，我都在里面，有没有？你知道，好险，我们有四个。好险，我们直接先怀疑，提前跟我讲了。我们直接怀疑作者怎么可能会连续给我们两个对的。我刚才就想说，我刚刚还没看那个突击聊天室，观众就说，哦，那个垃圾桶真的超过分，我就哦，好险，我刚没看到。哎、欸，要爆，有人死了，再见。他会，爆吧，来吧！哎、欸，你今天不是核弹机吗？嗯，哎、嗯，还在那边等。哎、欸，他会复活哎、欸，靠北，海王焦了，我变焦阿巴了吗？我看一下我的尸体。那、啊、你的头嘞？你的头我头不见
那头直接折到外面去，怎么？我靠，头折成这个哎、欸！来喽 ，BOSS！ 来吧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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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好像我声音。这什么？后视、欸、都没看到，我眼睛要烂掉了，白痴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还在听，我看了，哎、欸、哎，天上飞就死掉了，这有问题啊！坐着，还没进去就死了，这个、坐着，这个出下错了，我把你推出去了，但是我卡着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只要哎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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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把这是谁？我帮谁推出去了？艾伦啊？为什么我还可以动？我死啊！我啦！好，我把你推出去了。很多字哎、欸，墙、壁会破哎、欸。哦，作者才做墙壁。那、怎么办？我的游戏，哎、欸，我穿墙了、欸。Hello， 哇、wow, 哦 ，Oh my god， 在哪里？为什么这墙壁让我想到那个啊？恶灵古堡八、啊。不要麦，啊，我要怎么过去？这里，这墙跟。哦，恶灵古堡八有一关也是长类似的。杰瑞，后面好恐怖哦。有一个。哦哇！不行，那、啊、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。嗯，好，一起闪，一起闪。要不要推？我可能要推，先打一下，好吧？好 ，OK， 够够够。我还在黑画面呢，请问这是正常的吗？哎、欸，可你要把打那个怪引到旁边，把怪引到那个玻璃旁边。嗯，要让他去撞那個。他现在在哪里啊？他在玻璃旁边附近。这里有用吗？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有了，还要带一层，还要带一层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在把他当自发光耶。好了，打妈妈不是，是打爸。交给你们了，你可以关了。打那个什么，有一个螺旋桨的那一只，他也会是这样直冲，然后撞那个墙。我为什么觉得那一件我好像在素材网有看过？毕竟这有很多素材要修。